映全球南韩料理竞技节目《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》宣布将推出第二季，让观众们欢呼雀跃。节目制作团队于14日宣布了这个喜讯，预计于2025年下半年与观众见面。第一季《黑白大厨》以独特的料理生存赛制和紧张刺激的竞赛氛围，成功虏获全球观众的心。节目中两位重量级评审白仲元与安承宰的精彩互动，以及参赛者们精湛的厨艺对决，都成为节目的亮点。其中白仲元的亲民风格与安承宰的严谨专业，为节目增添了丰富的层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一季的参赛者们也因为节目而声名大噪，不仅餐厅预约人数爆表，节目中出现的经典料理如栗子提拉米苏更成功在南韩便利商店上线。随着第二季的开拍，观众们对于新一季的赛制以及参赛者的阵容充满了好奇，相信第二季的黑白大厨将会再次掀起一股美食热潮。